不要用伞，啊，带着勇气用你啊，你用点就超超方便了。啊，那就是就是，你买买买，不要你那些那扫扫帚机，你知道吧？你用不要给他补扫帚机。你以为可以换呢？那是什么的？换新的嘛。那是新东西什么的？你去换回哦。啊，那是银行卡。因为我接货款，我做这么轻，按手机便宜，做这拢是亏别人的活头。因为我伊带恁伊带恁孙仔有无？借钱他就来。你看你只有恁孙仔电话无？哦，就现在马上跟他联系啊。对，你也是用贷。不要用贷，阿贷就用借用你啊，你用点就超便宜啊啦。那如果亏你活头，你还要赚几多？一部那个机的，嗯，你看有几斤？你无当无当过，无当无当过。你话那你冇加呀？这衣服嘞，安尼嘛，安尼就冇加，安尼你看安尼就便宜，安尼就便宜。买那个，因为三块钱，三块钱。安尼就便宜，你买，可以出去买西啊。出去过星期可能怎样？哎呀，猜我是谁？啊，这妈个讲我手机啊，改号码。跟谁买这个股票？你要在哪一个交易平台买？哦，那个是我自己的事情哦。这就是诈骗集团的、啊，这不是诈骗集团啦，不是的啦。我现在这样看就是不是诈骗集团啦，你们很奇怪。领那么大笔的数目，我是要去买鸿海的股票。你要去买鸿海的股票？我要买鸿海18张的股票，我要汇180万进去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你要汇到哪里去？那个是我因为我的账户。我要自己去提款汇进去啊，我要分两次来提、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跟谁买这个股票？你要在哪一个交易平台买？哦，那个是我自己的事情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因为我们怕你被骗呐、啊。我没有被骗呐、啊，没有。我说我们担心你被骗、啊。不会被骗。说汇的对方是你朋友是不是？对对对。那你有没有办法联络他？你请他跟我们讲好不好？他用什么方式联络你？你说他叫你，你说他跟你讲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他用什么方式联络你？是用电话还是用什么？他是用那个赖传给我的啊。赖叔，那赖给那赖给我们看一下。你网络上认识的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这就是诈骗集团的、啊。这不是诈骗集团啊，不是的啦。我现在这样看就是不是诈骗集团啊，你们很奇怪。这网络上认识的不分青红皂白就会、那个，你知道我们上礼拜也是遇到类似的事情吗？跟你讲没有。